500块啦，500块啦，500块啦，来500块，这边，我就小看好水哦，500块，真的不要了，500块小看，做人不要嘛，对嘞，准备两年，准备了，好来，来，慢慢喝，慢慢等嘞，我们来三个啦，他赢了。 哎，得意嘞，得意，得意，工作怎么样？啊，老高，啊啊啊！我一个减一个，减一个。八四减四分啦，安尼总共十六个。哈哈哈！得意嘞，得意嘞。这差个，这差个而已啊，拜托。这菜都是比金的啊，你。这差个而已啊，计较的。够啦，啊，计，快，还得等一下再播。 哎呀，伊迄个差差班的啦，差班的，500块，500分啦，500块四分，500分啦嘛。来要吃干贝来500块，我等干贝来，500块，真正好吃，下生条，来500块，先叫姐妹来，两片还袂是千哦，两片还袂是千，两片开八百，赶快等去打针，等去收针，来500块好多，500块来，两片嘛是袂你吃一条，再来要蒸干贝。 500块，我讲几斤干贝，几啊无济啊？来两个人加买咯，安尼两片一公斤啊。500，这边啊，金钱，几啊五四百，摕转去蒸，摕转去吃，来300块，300块，两个人加买咯干贝，300块，300块哦。好，几个300块？300块哦。尊重你啊，尊重你啊，尊重你啊。300块拢干贝了啊，干贝。300，300块哦，一碗两片300块好未？来来来。 好吃的，这高山鸡是300元啊！这高山来讲啊，是干白煮的啊，真正好吃的。来，美国版美式白来300块咯，300块来，两包你来300咯，来300，300，300，我今天去经的300元，我不肯起来卖你，有这无俗的，这么俗，这么俗的呢，两包300不要买啊！你要我来200块，300块来，师傅一碗，200块来，有人饮，有人要吃无？ 要吃的金钱，金钱再打7-5折，免2包2包就够了，来大号了。哇，OK嘞。真正好吃嘞。再打折。这几嘞？2包好就已经做出来了，大号都。一包一斤重的。300元，真正今天真正好吃嘞。一斤重，一斤七十五哦。不是一包包哦。一两包的两斤嘞，来大号。啊，一。拢装备了啊。对，他真的有想，一包一斤重，一包一斤重。 啊，交关，有加群里面算头的啊，好啦，好啦，再加讲啊，已经卖完啦。来白带，免500，哦，好少，水，直接少量。加几嘞？500个呗。接下来300块啊，300块，再中空，300块来，来再6条，你加7条，你8条，你9条，来10条你来，免500，来300咯。哇哦，来个生意两块，大蒸就好吃，烘就好吃，来300咯。 300块来，白带中好，过来要蒸哦。来，7条6条，来7条8条9条，来300咯。来个10条，要招呼，要招呼。来300块来，今日无要招，动作快。今日哦。300，我这上来哦。今日啊，这白带吼，来上少我绝对上好哩。哦，因为300是拢10条尔啦。哦，啊，我是感觉这箱哦，还阁加2条哩。来300块来，白带中好。来300块到了咯吼。 准备了，来谢谢，来，阿要吃海贝的来，来个人加买来，几盘拢互你拿，一人开500买，开400买，不要水啦吼，很甜哦，免500买400买，买来200块啊，你哦，200块，买200，200，我怕买袂够人个啦，几盘互你五个人加吃，全部4个人加买咯，我讲互你啦，全部4个客人，哇，多呢，来200块来，吃无够，你会当买2份啊。 我先生，都没人要，抢个龙背，先报按到100个赞，先报按到100个赞，线上400个人，先报按到100个赞。下次还有人没有买到？按下去，不要看到睡着了，各位同学起床了，按完赞以后再睡觉。来玉米罐来，喂，同学，阿德阿哥到这里来，哦，你讲我听要创啥？五个阿妈蛋啊，阿妈蛋。 来蛤蟆煲人来，蛤蟆汤呢？都还没开始。来，这300，开始啊！来玉米棍，麦克，麦克你好。
嘛拢可是我无。来，我发咧，若无人饮钱，我就袂白行啊。免阁问我啦，问我几罐，拢唔免啦。来，一百块来。一百块，关店啦。一百块姐妹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免冰，这很容易免关。来，请你。来，请进咯，来，进来，来，四罐咯，来一百咧。多罐。感謝你，來，各位觀眾，參加便來，參加便來，什麼人啊？管理員啊，來，等一下，跟我去來一下，來，葱肉千層餅，好吃喔，這一包一百二，葱肉千層餅，兩包就是兩餅，這個切扣有沒有買過？來，要吃葱肉餅啊，這是新產品。哦，是新的，今天吧，炒到，炒到，来买三包，来两包好来，两包你来，足好吃哦。哇，这个物件我发两包过来，差面子。哎，这个是好东西呢。啊，这什么鸡？再送你们一包。这什么鸡啊？三包来买无？来两包咯。三包两百。葱肉饼无半包哦。好，半包厉害啊。不能您丢什么东西？你没吃过，到你饼饼赶快来试试啊！赶快来！牛二两鸡腿给我来，铁路哎，啊，这铁路出牌，牛二两个铁路，来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块来，来帝王蟹，免这么厉害，松叶蟹脚盘来，三条鱿鱼来，三百三十，好几个礼拜没有睡觉，你的意思是没有直播你就没办法睡觉的意思吗？你在菜，讲话要不要客气一点？两百块什么？我们家没有看直播就没办法睡觉。这个直播的用途是让你睡觉用的吗？都装备了哈，最后加这个做凉拌就好吃了。这种炎热的夏天，每天等于盖红被。中午啊，来阿哥一下八铁冷包啊。你等一下，一百五，一百啊，五。来，要吃牛二两鸡腿排，来赶快，来两百块，冷饭过来。几份呢？牛二两鸡腿排，来要煎的赶快哦。哦，不过来，等你打煎多少只，用烤的多少只，来两鸡来，三鸡四鸡哦，来冷饭好多。冷的。不能忘这干活的。好嘞。我没弄啊，你死。一斤来六斤而已，来八斤而已。先割啊！你着我看一下啦。哦，你唔通行杠，你割香啊，迄落啦。割一下，我看你今日拢啊变百八公分嘞。来来来来，笑笑啊！你这先割啦。你是什么节奏啊？紧张啊！因为规个我叫伊，我叫伊，我叫伊。规间将大摇发，所以伊来看伊，伊定啊叫你。来啦，两百块多。来两百块，冷包肉，冷包过来。玉珍你好，来谢小姐来牛二两鸡腿排，来没有买到快点，最后一位来冷包肉，牛二两鸡腿排没有买到的举手，你还没有吃过的举手，你想要吃的赶快举手，举手就顺便把钱拿给我，我，哎，就拍过来，牛二两，你拍过来，来鸡腿来，下巴来，啊，铁路猪排哦，不行了。来，一杯没干啥，全省大缺货，真的大缺货。大缺货之后会怎样？会涨价。我买敢去啊，但是钱伊妈见人蛮可怜啊，不，这一杯我无啥钱，无钱通住啦。来，我借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。来，开始交他们去。来，两包鱼啊，你要进来进来。来，进两包过去，你们去吧。来，两包鱼品，来两百块来，像无像价，我们两箱。来，一杯两百块来。来，最后一笔没有拿到的要赶快讲哦，收起来，等一下才有卖喽。来一回冷包过来，七八七八七八，你给七八啊？来冷包过来一回，来两百块，最后人要讲一回吗？我跟你们讲，今年的吃货到现在还没有出现。我有新修改哦。
你就知道今天石木鱼现在有多缺。我这种物件，也小看袂伊啊，搁咧两百块咧来。你看，来两百在，好在。来两百，两百一瓶。哎 ，Hello。刚刚来，茶砖啥？茶砖，茶砖大哥。我这边啥物？我已经提过啦，我提出来啦。我这边给到一回啊。来来来。茶砖大哥来了，对了哈，拿一回拢没得嘞，够了没够了哈？没有哈。够了够了哈，一起够了够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老爷。哎，感谢啊。茶砖长。来背吧。哎，阿爸老爸，茶哥在停车呢。来，阿下拜。我接下了。本来铁路主板先玩玩好了。茶砖大哥就是每次都会带茶砖饮料来，就是茶砖大哥。整包过来，刷要几位咯？来两袋，铁路茶砖，知道对不？来三袋、四袋，来五袋哩，来六袋哩，来七袋，来八袋，来九袋，来赶快十袋，两百两，200块铁路都买，喜欢吃的赶快，多加茶砖得啊！来六袋，来八袋。来高铁来十条哩，赶快两百两，起码可以再收个铁路路牌。来两百拢买了嘞，来抓买来方便。哦，我是边啊点点啊买就对了。来七条，来八条高铁来十条哩铁路。好车啊，这是好车啊，打针头。来无买就先讲哈。不要买三块钱假，来四片，来五片，六片、七片、八片、九片。来十片都给你了，来200块，最好两个人给铁路渡海弄没了啊、哦！好，谢谢。哎呦，泡菜贡丸货，这不得放一样呢。来啊，下八条条。来黑啊，中奖三倍啊，下次。黑啊。来关。小姐来，谢谢这老朋友了。泡菜贡丸。来，阿妹吃过一下班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阿哥，你啊，嘿，无礼貌，搁等你嘛。你啊，这是泡菜贡丸了。快讲哦。你讲早点煮。应该靠一个。没有第二盘了，哎，第二。啊，你是调标。啊，你讲。调标。调标啦，不是调标啦，调标。我来，我来，用这个。太靠一啊。我来喝水。你可以啊，你等一下。我靠下你，我靠下你。我赶快没人管了啊！来，这个叫泡菜贡丸，最好吃不了。我下你，我下你。因为我还没有喊，人家都丢200。哎呀，还爱要贡。吃三了，我贡七八块。我来贡丸，来买七八六。人家好吃，人家懂的，最好吃的。我人家丢过，人家丢过。我无食啦，我无食电话。我中华人啊。来，这两节。还有电话，还有电话。这个三个块，100块。这个是电话是的，那边你会电话的。你今麦来啊？今麦来。来，下班。超一号，对吧？这鸟鸡啊，就可以下班，超漂亮的。两包一公斤，400包。今麦超，他在等我讲。可以下班500块，100块。安怎啦？感谢伊啊，是安怎？那进啊！搞公益，对，太难查关了。那进啊，快点就感谢吃，公开就无路用啊。阿来就是要招阿虎啊，开讲啊。系啊。公开就无。来，五八。哎嘿嘿嘿。乖公，纽西兰贵，下巴很贵，不便宜。我卖你们便宜点。我这等不起啊，我没钱，我没钱，我但是没钱。我盖这一箱呀。我现在不等了。这两包你开多少？免五八七八，来三八都300块来。没啦。就掏钱呗，贵一下。纽西兰能够下巴300块来。靠一个就讲。谢谢大嫂。没得。乖公啊，你家大屋起价起价钱天价高呢。这两包沙发，你两块钱车，唔使你咧担心的。这包个钱。哎呦，腰酸了。腰重了。沙包。要瘦的哦。起码过于腰酸。再找两斤挂。来，沙发过来，两加斤来，两加个怎么跑完斤？所以沙发很漂亮哦。你要煎，你要烤，哦都可以。你要煮汤当然可以，但是你煮汤。不要这么客气，弄回来啊啦。你要煮汤，你一定要先煎过，把油先煎掉，啊，煮汤过来弄鱼。别人买给我什么我就喝什么，油脂很多，真的很香，煎起来烤起来真的好吃。最好姐沙发好不好？没有，贵沙发了，最后一位了，来300块，阿伯买下去。还是收一包，阿伯两包，来沙发了。空间两包沙发，一斤多少啊？来沙发，贵人要吃沙发不？多少？多少？哎。啊，台湾哥来了？来啊！有啊，在那边啊。再跟两包哥一包来哦。
嘿啦，啊都无啊你，还有买两份啊，等于买三份啊，上个你应该啊，安那啦？啊，剩你两包，伊买两份，我着先买。你买两份呀？好啊。下班再把它挂来。挂几段？哎，两个人。挂几段？下个下班。挂一个，挂一个。来咯，一个八块来，两个人加买鲈鱼五百块来，两个客人买的。来鲈鱼买五百。几百咯？没有吃的是鲈鱼肚大片的，那种比较超贵。哎，我跟你们讲，这个五十只鲈鱼肚，超好吃，这个超好吃。哦，现在多了。真的超好吃，吃木鱼肚，不是吃木鱼肚。啊，一到上面架上。吃过这个以后，你去吃外面的面摊的吃木鱼肚汤，你要什么？你就会觉得差了一点。这把是老朋友啊，来沙发，来坐来，这地方家里的。两袋了，你还七袋啊？来三百，七袋够听哩，七袋够差不多。这个啊，我很喜欢吃木鱼肚汤。来三包，来三百块来。最后两位客人，我超喜欢吃木鱼肚汤。来三包，就算是有刺的，我都喜欢。三百了，一道，还能够换两一道。你买回去煮过一次，你去外吃外面的吃木鱼肚汤，你就会觉得。够甜，一星一星，幸运之星你好。鱼品牌准备好未？大面来，阿要食海贝来，两款六个人个啊，真正甜。一人一份，不用三百了，来两百块来。我不是开玩笑，你真的买回去吃一次就知道。你就以怕，你会怕以后买不到他的私募一组。来喝，谢谢。来三个人给你吃遐了，尿酸高，我怕那边个人啊。多喝水。来四个，多喝水。台北要两百块来，全部都给你们四个客人，来两百块来。两百块。两百块过来，哎呀。有啊，刚才就是木鱼肚啊，刚才有是木鱼肚啊。我也买两份嘞。刚才有是木鱼肚啊。我卖两百块是真正够香的，哦，但是你若想要搞，你要买两份啊。来台北要两百块来。你找你找找。一人一份两份都没关系。有吗？有。你可以一个礼拜吃个一次就好了。这把是我一块啊。哦，这把戏的人个哦，来两百块有啊，哪个？哎，这个确定哦，都叫，你都做啊，都惊啊，你都惊哦。哪个？啊，十二个，讲哪个啊？十二个，啊，讲两百十二个啊。六个。对啊，哪个赢啦？大鱼啊，只啊，大鸡。来，爱食鸡五百块来。多少钱？三个人加买都四个。打煎卖不盐哦，真正的哦，把三好吃唔到。你要煎真正卖不盐哦，我昨昏就教阮李刚迄个志文兄等去煎啊。哦，讲安煎起哦，白嫩嫩嫩，够好食。我已经讲要百几摆啊，无要听我话，我讲来五百块来，来两个人加买都，来五百块来，来最后一个人，二五百块来。龙哥你好。大
那个他说这个不要抹盐哦，直接下去煎，煎完以后上面加点胡椒就好了。这个其实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抹盐下去煎，你就是干煎，煎完以后在上面塞一点胡椒，这样就好。